先在这里向我们的阿妈致上我们最高的敬意，也代表所有百万的支持者对阿妈的敬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一次的给我们数据阿妈热烈的掌声，谢谢阿妈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非常非常的感谢。爹家嘛向各位，搁在一处甲你保证，国语甲加分。如果哪有通得到各位听读，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珍惜，嘛非常非常的清廉。我嘛相信，我的先生绝对是一位真好真好的领导者。总统好。因为2018年大家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，投出了一个市长，大家结合起来真的是轰动了全世界。亲爱的南部乡亲，韩国瑜敢保证我对台湾南部的爱，关心台湾南部的建设，期待南台湾的崛起，我是总统候选人里面最热心最认真的，对不对？很久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的，有点紧张。我们给这个完美的家庭、完美的画面，我们留下这个镜头。